这个摩的卖呀、啊！哎呦，这个细皮嫩肉大长腿呀、啊！害得我一直流口水啊！哎呀，想不到有这等姿色的摩的妹在这里打客啊！哎，摩的妹，哎呀呀呀，哎哎呀，小心小心！哎呀！哎，你谁呀、啊？我，你做不做生意呀、啊？做生意。哎呀，睡觉他不让人好好睡，等半天他没客。哎呀，我就是客、哎、客人，他做不做生意的？来了，做啊！哎呀，做生意你一天在这里睡觉的，真是的，哎、看你都不想做生意了、哎。想做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等一天都没有客来。有客来了，我要去那个文明村那了。多少钱呢、啊？文明村呐、啊，对对对，哎呀，不过我这个摩的分级别的哦，还级别啊？对呀、啊，分什么级别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想坐哪里？坐这里那块，这里，这里，看这里，这里呀、啊，这里，这里能坐吗？经济舱怎么不能坐？经济舱、啊，你走开，我坐给你看，这样，这样，你看，这样。哎呀，能坐能坐。这里六十。文明村这里六十。对，那这里还有呢。舒适舱。舒适舱啊。嗯。那这里怎么收费？100。100啊。嗯。那还有呢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两个层。你坐这里是吧？对。哎呀，那肯定是我坐这里。100哦。100。嗯。挨得近一点。那你坐哪里？肯定是这里啦，我不缺那个几十块钱。行，来，哎呀，戴着头盔，哎，安全起见。哎呀，这个不要这个绿色的。什么绿？拿走，绿就绿呗。我不想绿。你绿好过我绿。我跟你说，你绿了之后就轮到我了。轮什么意思？轮到你啊？哎、没事，安全安全。好的。这样啊，坐稳了哦，我可以坐近一点了哦，不要太近了，你可以坐上来一点了，安全起见了，来，我高上了，坐稳了吧，好，呦，摩的妹怎么不走啦？哎呀，啊，老板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怎么停了、啊？跟你商量个事情先，商量什么啊？我跟你说啊。哎呀，你坐这里觉不觉得有点硬硬的？硬倒是不至于，但是你坐得太远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想坐近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这里有一个更高级别的。还更高级别呀？对呀。哎呀，你就这个三寸位置，哪里高级去哪里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头等舱。头等舱啊？对呀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这里头等舱。对对对，叫我坐这里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坐这里，岂不是这样？嗯，岂不是这样？岂不是他搂着我开车？哎，头等舱啊！是啊，怎么样？我喜欢头等舱。喜欢啊！啊，对对对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头等舱要加钱的哦。加钱呐、啊？对呀、啊。的美女拥抱着开车，这个世间美事啊，加钱就加钱了。怎么样？没事，加钱就加钱。刚刚100就300。300啊？对呀、啊。是连刚才的100、300，还是又加300？就连要加100，400。400啊？对呀、啊。你确定是这样做？我确定你坐前面。啊、坐前面是吧？对呀、啊。这样，你这样走。值了值了，行吧，给钱，行啊，给钱了，现在给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给钱先啊，刚刚没给钱，给钱就给钱，400呀、啊、嗯，400块，行，那行，走呗、啊、那你要搂着我，搂紧一点哦，注意安全呐、啊、反正你坐得很长。干嘛？啊？你干嘛？那你不是你坐着开车吗？什么？我开车？你坐头等舱？现在是你开车。我开车啊？
那我刚刚坐头等舱我开，现在你坐头等舱肯定是你开了。那人家开飞机，坐头等舱那个机长是不是去开飞机的啊？哎呀，你说的是不是有道理？有是有道理，但是怎么跟我想象的？哎呀，有区别呀、啊。反正头等舱你开，快点。哎呀，那。那行吧，你坐近一点啦、啊。哎，行，你坐近一点，可以。哎呀，怎么这样啊？快点！坐近一点啊！哎，你干嘛？等一下，没干嘛？干嘛？哎呦！我可能心想，怎么？哎呦，你这头盔顶在这里？干嘛？你不用顶头盔呀、啊！不顶，不顶。哎呀，走啦！哎呀，走了，走。哎，怎么啦，美女？帅哥，停车先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说什么？你开了这么久车，你不觉得有点闷吗？闷是闷呐、啊。我跟你说，那你想不想来点刺激的？刺激的？对呀、啊。你还有刺激的？怎么说？啊、那个，听点音乐啊。听音乐，这里都没有音响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音响。你就是音响啊！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一边唱歌给你听，你一边开车。这是我属于我的个人演唱会。行、啊，上来。上什么来？又给钱了哦。给钱啊？是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人家那个私人演唱会都要钱，而且你这个是专属演唱会，是个人演唱会。那行，我不缺这一百块钱一首。一百啊？对呀、啊。那行，先来两首。行，哎、来两首。小小的花园里面，哇呀哇呀。这个儿歌啊，我们都是大人。但是，我包你唱的好听，你先给钱，我唱了一首喽。快点，唱了一首啦。那行了，200，来，先再赏一首啊！你现在要唱几首？唱到家？唱到家？对。那行吧，唱到家就唱到家。嗯。你还要听，坐近一点唱啊，在我耳边唱。来，这一个不用数了，唱到家来回都可以了。可以，快点，再唱一首先啊！啊，你是我的情人。情人。哎，唱完一首了。这个我懂。一首了啊。好。我爱你，上来，爱着你，行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，百灵鸟的声音呢、啊，做完了，你坐近一点，哎呀，快点，哎呦，你是我的情人，到家了，像玫瑰花一样的。第一眼，显得活泼的嘴唇，你要不打赏点钱给我？啊，行，哎呦，打赏，你拉我，什么情人？怎么打赏？老婆，哎呀，没有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老婆放手啊！我是我弟妹，我大客的。对呀，大客怎么打赏？打赏怎么还拿钱出来打赏？开到半路我累了，那个山路不好开，所以他帮我开，技术不行，我帮他开的。对，哎呦，这样子，那是他因为。那个有野猪，他说唱点歌赶跑那个野猪。哦，对，那野猪很凶啊。是啊，对吧？缓解心情是不是？缓解心情，缓解心情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那是该给。那个，不用了，我走了。哎呀，先别走嘛，美女。哎呀，这么大的太阳，是不是？既然来到了来者的是客，那赶紧先进去干嘛？喝杯水，我妈还给了糖水。喝杯水。有糖水，哎呦，对，等一下，那么热的天气也是哦，那么热的天气，喝杯糖水先。哎呀，进去吧。那么热情，行，喝杯糖水啊，不要钱吧？不用，哎呀，来者是客，快点进来。美女有请。哎呀，我吃了三碗，好饱啊！吃了三碗是吧？我们家那个龙井好喝吗？哎呦，对哦，那个龙井进口的，上港的，好好喝，进口过来的，我老公都还没得喝呢。那个糖水好甜，是不是你包的？我还给你喝下次啊。啊，行，哎呀，那我走了。哎呀，不用送了，下次我还搭你啊。行，美女，你慢走啊。干嘛？干嘛？没干嘛？你干嘛？那个糖水你已经喝完了，
那个龙井也喝了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糖水你饱了喝也喝饱了？我糖水不要钱了，但是我龙井要钱了，我进口的龙井，那个龙井。什么进口？我买回来的1000多块钱。那喝一杯茶，要是我不管。什么？现在你喝了，你喝了多少杯？他喝了多少杯？我喝了5杯，我亲自。哪里有杯？是不是？3杯，我亲自端的。3杯是不是？哎，但是你不该收钱的了。对呀、啊。那我买的茶叶不用钱吗？你知道什么？哎呀，拿钱来，你不拿首饰来？你拿钱来。拿什么钱？300块钱一杯。你这名堂啊！我不管。哎呀，最多我给100块钱水费呀。哎，100块，你打发乞丐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什么？我连车费都不够，我去进口买的。不能这样，这么美女喝我们的茶，我都觉得啊，想歪歪。我给你进去，给我进去。哎，让我揍死你！我跟你说。哎，不行啊！男的男的，你要不要回去？帅哥，你不回去的话呢？帮忙啊！对呀。对，美女喝茶不用钱了，算了。哎、拿首饰来，走了。你走啊，你可以走，开车走。那要多少？拿来1500。现在要1500了。我刚刚唱歌都没赚那么多。对呀、啊，他也是好心呐、啊。咋来吧你啊？还好心，我还好心的给你喝了我那么多龙井，不爱唱喝了，喝了不搭你，把我的糖水都喝完了。拿首饰来。下次我还坐你的车，不搭你了，太搞意思了。不坐，我不坐。还坐啊？美女，滚蛋！美女，出去！我下次还来喝茶。下次不喝了，气死你！不搭你了，赶紧滚！